大家好，我是佑群。那到底下班后的约会要怎么样穿搭呢？其实我还是建议一样，衬衫加上裙子，然后女孩子可以在里面搭一个比较低胸的坦克背心，在下班的时候呢，把你的这个衬衫的开襟整个打开来，然后把里面的背心外露，加上一点饰品。这时候呢，记得把你工作用的大包包放在公司就好了，然后把大包包里的手拿包或晚宴包拿出来，配上你俏丽的高跟鞋，出门的时候，我相信所有男生都会心动的哦。